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田园围棋频道，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王浩洋老师来为我们讲解第22届阿含铜山杯中国围棋会棋公开赛八强战的对局，是由杨鼎新九段对阵童梦成八段。浩洋老师您好。陈莹老师好，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的介绍的是八强战的对局啊，这个阿含铜山杯啊，这个预选是在好几个月前是吧？是在成都进行的，是。然后又时隔了一段时间吧，进行了本赛。没错，应该是在年终的时候，差不多。我记得啊，应该是在成都进行的预选赛，应该是128人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赛事，然后经过了层层预选，然后还加上本赛的一些种子，然后就进打了现在的八强战。是。也经历了很久，感觉。对啊，而且这个比赛啊，从成都等于说又移到了中国棋院进行。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比赛的现场，这个场地浩洋老师也很熟悉吧？曾经也是确实在这待了十几年的地方。对啊，而且好像我们一旦有重大的赛事，都放在这个大厅进行。这个是童梦成，还戴着口罩，这是我们围棋特有的这个围棋十绝的口罩。没错没错。这是杨鼎新，不过我觉得下棋的时候戴着口罩下其实还是有点闷的哈。我看杨鼎新是把口罩摘下来，不过其他的这是赵晨宇，不过他们一戴着口罩有的时候这个都得愣一下。哎，今天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看不见唐伟星出场了。觉得唐伟星的这个新造型真的想让这个棋友们多看几眼。这米玉婷好，那棋局已经开始了，咱们先进入棋局。好，本局是杨鼎新的白棋。经我猜先的话，对，是童梦成的黑棋，杨鼎新的白棋。新小木的开局，然后高位手脚，这也是比较常见。其实当这个白棋挂角的话，现在其实下的还是少，但一般都是点三三、一般都是点三三。但现在可能跟那个小木也有稍微有点关系，就是点三三可能争子的话，就有可能会不利。就是挡这边了是吧？对，我怎么记得好像就是挡不是自己的那个方向那边，就是他想放这个发挥这边。不过现在这边争子有利，就如果争子的话，跟小木可能会有一点区别，就是这个拖一个是吧？就拖，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能拖，现在这个样子拖的话就是可能就要吃亏了，就是黑棋的方向会比较好。就是你断这个，然后他想见一个长，然后搬，他就简单的接上，然后你应该是立，然后就这么断了竖下去就好。对，这样的话，好像黑棋的方向还是不错。对，然后你立。对，这个上边的一个单关角。打起来，对，你长，贴，长，然后就飞一个。这样的话，黑棋这个角和这边的这个配合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然后白棋大概可能跳出来，黑的就拆出来，这样。黑棋这边只要活了，就活的应该也还可以，因为白的这里还没有活嘛。主要黑的这边的配合还是非常好，对。是。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大型定式。对对，大型定式了。经过大家反复的研究吧，应该是比较靠谱的一个。这样的话，黑棋其实只要配合好的时候，其实这个腰刀也不是很害怕，就直接粘上。这个也叫腰刀啊。对，这个叫新式小米飞刀。小米飞刀，小米飞刀，记错了，对，米式飞刀。它这个拖的话，就是黑棋如果配合好，其实粘上就挺简单的，就化解掉。对，现在对，如果是准备下米式飞刀的话，一定要挡在自己想发展的那面。哎呦，这个我觉得挡的方向，这个确实要把以后的定式都得记牢了，才能判断到底是挡哪边。因为以前有一阵儿的印象就是要挡在
人家有紫的那面。嗯嗯嗯。现在呢，你刚才摆的这个图呢，是挡在自己想发展的那面。嗯、是，嗯，就是其实 AI 它也在进步，就是有的 AI 就是给的以前的那个就是，就最简单的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挂角。最开始的时候说那个被飞压了就亏了嘛，这个地方现在好像被推翻了，就是 AI 它自己不这么认为了。他也进步了哦，就是他觉得飞压两下白的这一方爬了跳出去没什么不好的，嗯，啊，就以前的话会觉得只要被飞压就亏了，然后很就是所以说一开始各种尖各种小飞就特别特别多当时，但现在你慢慢的发现其实这样下的不多了啊，也经常会脱仙了，经常会脱仙了，而且最近下的这种一间加都会变得比较多哦，还有一间低加，一间低加，一间低加，我觉得我们都很少下了。就是突然它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就飞嘛，就是它冲断、哦、就是以前就是特别古老的定式，打了虎吗？对，它打了虎，那以前古老的定式是搬起来，对啊，但是现在不是搬起来了，就打吃吗？就是以前是有飞的，对，你飞我就搬住、但是飞确实不太好，对不起、哦、现在它改到这里，它走到这儿，它尖一个尖，那我想搬不是也可以？你也可以搬，他就觉得这个子比这儿好，将来这个头比较硬，会拐过来的时候比较硬。哦、你飞的话头比较软。嗯。啊，就是他尖这个，然后黑棋现在来跳这个，他飞的话和搬的话可能都害怕拐，这样如果跳的话你拐我就无所谓了，就脱仙了、就脱仙了。对，哦、就是因为飞的话可能本来控制这个子的话会控制的好一点，但是将来被拐比较难受。嗯、这里对，这头感觉、比较硬，比较、就是你如果搬的话，当然也比较厚实，但是可能它将来这外面就是加一下，可能能利用你一下。哦，就是它现在就是改成这个了，然后就可能再脱仙，它现在改成这个了，就、然后还有走这个的，这都是走这个、好像也没比这个好嘛，我觉得就是好还是好也好啊、但是好像这个更好一点，这个也有的、然后就配的压一下的话，它就长，它觉得比这个厚实。哦，就底层走这个确实不太好，这个定式。那这个搬是没有的。没有搬这个现在，搬的话被黑的就是那个虎。然后跳还是小尖，好像都不太好。对，都不太好，好像黑的就压一下，嗯，然后就小尖好像就行，对齐，感觉白棋就过分了，现在给的这个图，都是尖的，就看棋多的棋友肯定看到过很多，就包括前段时间柯洁也下了、就然后那天什么看到那个决议走了一个这个、这个是最新的吗？这个不知道，这个不太能理解，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就还下这个吧，就我看到的时候差点眼球没飞出来，我就是这棋往这走了一个，就是好像是下让两子的那个野狐上的那个、对，然后好像他飞了一个，好像也不降点，后来看胜率的话这步棋就在局部来说好像也不降胜率，但是这手棋还是不太好理解。不要学、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补一个、就补一个，你白棋、可能还得补回去就不太好了，这个只是一个趣味。就补住挺好，补住中先手，在一般来说可能黑棋是星位比较多，对，然后就再挂角啊就可以了。就所以说就是现在它 AI 也在进步，就是无时无刻都在进步，所以大家也感觉也不能过于的去死记硬背，就还是多多理解啊。对，我感觉过一阵时间就是不看 AI 定式就马上就落后了，就落后，自己我都觉得我现在自己就不太行，下棋的时候就挂角，对，现在是不是 AI 这个挂角也慢慢的多了一点？也挺多的，应该说因为点三三大家都研究比较透了、而且可能就是因为这是快棋赛嘛、就是这个阿汉同山是快棋赛，30秒一手的，对，那么就是肯定黑棋这样下，他肯定是第一他是防着你点三三，他肯定有后续的一些准备嘛、那么白棋其实挂角打破一下这个战术也是不错的，然后黑的飞黑的也有跳的也有飞的，反正都有，然后脱了连扳，这个脱了连扳好像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一个下法了，就是好像在局部来说明显是要比之前我们学的这个小飞要效率好，对，我就发现有了脱了连扳之后、这个小飞就被淘汰了，就被淘汰了，对，这是小的时候第一个学的定式啊，对，确实然后一尖一拆啊、这个手数比较少、还好记，对，但是有的时候就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小飞就是
被淘汰了你就不能下了，其实也、嗯、也可以下，嗯，就因为有的时候你拖可能就不好，哦，就有的时候拖可能就不好，拖不好那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比如说我这边黑棋比较厚，哦，你怕被人家打了立下来，对，是吗？你如果拖了连扳，你还是一样，就是在这儿被定势的话，对吧？像是这个样子，嗯，然后你吃这个定势，大家肯定都会，嗯，那么下成这样被我一打，那我这边比如说这边我还有个子，就是那我这发展太大了，黑棋，哦，就如果说这边有一个黑棋的后势在这里，嗯，那么作为白方来说可能他就是应该小飞的，哦，他就是应该小飞的，那无论你是走这边还是走这边，他都可以达到一个局部安定的一个状态，对，嗯，所以说就也不是说不能下，只是说在开始正常的情况下就拖的话效率会好一点啊，嗯。那其实就是拖了连扳，只要不怕人家打了冲下来的这个变化，那就是首选就拖了连扳，嗯，差不多，嗯，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嗯，啊。然后拖了连扳，黑棋实战，嗯，黑棋是打下来的，实战也是冲下来的，对，这边没有任何配合，哦，黑棋仍然选择打下来，嗯，这个确实如果作为我来说我应该不会这样选择，就是感觉还是一个比较损实地的一个下法，嗯，就是我会比较心疼这个实地感觉被吃了，就正常我那正常的就是粘上面我能虎一个，哦，一个，嗯，对，然后他自然我粘上，嗯，能尝出来，我尝出来，我再脱线可能就局部就告一段落，嗯，就这个粘这个虎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区别的，粘和虎，因为你粘的话我有可能把你吃了，但你吃了我，我先手啊，我就立了鬼，对，就是有的时候粘有可能会被白的吃掉，就是有这种可能性被吃掉，嗯，啊，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局部那个黑棋是比较亏的，就是如果说是之前是这样或者是这样的话，嗯，二进第一家现在是这样，这个定这个以前我们叫定势，现在已经不能叫定势了，就是好像是比较亏的，哦，就 AI 觉得是黑棋是不太能接受的啊，当然你现在你可以不走这儿，你可以走的远一点，对，哦，但远一点的话也有风险，因为白的走完以后其实黑棋这里不是很厚，因为白的这吃完以后，嗯，黑的这里其实不是特别厚，如果被白的过来的话黑棋自己还是有问题的，哦，啊，所以说你就算远的话自己也有问题，你要近的话就明显亏了，嗯，所以粘的话会有可能被白的吃掉啊，但是，哦，虽然这两个是有区别，啊，一般来讲就是粘上大家想都不想，啊，然后就过了，嗯，啊，然后黑棋有的时候利用，对，这也是区别，就是如果现在粘如果白的吃的话呢，那你就顶黑的就单挡下来，你顶然后他就退一个，就他就宁愿落一个后手把这边下后，哦，他这样的话等于其实等于拆了一个黑棋，他利掉这个不便宜黑棋，哎，那以前我们不都是这么学的吗？就是以前学的不对啊，哦，就以前学的是不太对的，就是以前当然没有人会认为粘一个可以吃这个。那可是如果这么说的话，那白棋我就宁愿落一个后手，嗯，你不就跟刚才一样了吗？但我这个是先手，现在我这跑两下是大亏的黑棋，这两下，哦，嗯，这两下是亏了很多，这边这，哦，这个竟然亏了很多，对，我还以为其实也没什么，嗯，没有亏了很多这两下，嗯，然后亏了一个这个利，对，先生，这个利还是蛮重要的，其实这个利完这有扳嘛，嗯，这个利是绝线，那白棋肯定就是顶，嗯，就如果是目前的这个局面的话，黑棋如果粘白的吃，黑的应该也不会利，应该单长这样，嗯，啊，嗯，他把自己下后。因为多拆他正先手多拆一路跟这个走后其实手数是一样的，啊，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立了拐完之后就是脱先了，就也不挡这个，就是保留着这两边不都有先手吗，嗯，是也有这样下的，但就是反正现在来说应该是很少见了，黑棋这样下的，哦，这个就黑棋就亏了，啊，亏了啊，局部就亏了，嗯，啊，就是他虎的话他是说你要如果吃这个他可以打吃这个，嗯，然后你立或者提，然后呢他再打吃这个，他比粘上就要好一些，哦，对，他就可以打在这里，他可以打在这里了，啊，如果说你打掉白棋打掉之后吃这个，那么黑棋立完他就是这样走，
它也可以打在这儿，就你这多一个二路和我外面多做一个交换，嗯、啊，就是黑棋虎的意图就是怕黑白棋有可能吃掉，但现在局面应该不会，啊，现在局面应该不会，因为太早了，就到后期的时候，到中后盘的中后期的时候是有可能担心被吃掉，因为它粘上就是粘上完了，其实黑棋也要拐。嗯哦，所以作为黑方来说，可是黑棋不是有利的选择吗？但利的话，现在被贴起来是不太好，就是这个棋啊，正常、啊这个、也不好，也对，也不太好。正常来说也是拐，所以说作为黑方来说，他是没有必要非要冒这个风险被你吃掉的。嗯、所以他来说，他虎了粘上是没毛病的。嗯，除非就是你粘的时候粘，如果白的拐，你要利，就你想好你要利，嗯，那么你就粘上。哦、啊，就你如果想好拐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风险、嗯、去直接虎就好了。是，嗯，实战的话，黑棋是冲下来，冲下来，嗯，然后断一个，白棋断，白的其实也可以也有单吃的这个棋，有的时候单吃的话，但是你粘上只能粘上、嗯，就是说也还原了，就是如果白棋那个。愿意这样走的话，嗯，也可以还原啊。当然，现在就我们刚才说，现在粘的话，白的也是拐过，嗯，啊，所以说就没什么意义，啊，所以他直接就是直接冲下来了，啊，这样。白棋好像不想让黑棋走得太厚，啊，但是这个样，我觉得也是针对，就是说他们互相的一个克制。因为杨鼎新的话，他的棋是比较厚的那种，然后。童梦成首先他把自己的棋下在外面下后啊，感觉上就是有一点故意就是针对杨鼎新的一个风格哦啊，他就是杨鼎新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就是把后势发挥的非常好的一名棋手是啊，所以说童梦成首先他先走外面啊，可能也是针对的杨鼎新的一种策略，对，因为本身童梦成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酷爱实地的一个选手。啊、实战白棋是直接粘出来的，对，他立即就战斗出来了、啊、现在咱们这个棋谱稍微有一点小问题，咱们先摆着一会儿、啊、小尖啊，这小尖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手棋，就是也是我估计肯定也是决议的推荐 啊，不然的话对对对这个好像我们第一感就都是贴一个、啊、对对对嗯、啊、第一感都是贴，反正那个之前肯定没有人会想到哎这棋能不把白棋的气紧住然后反而松一口气，嗯，啊、这个下法还是非常有意思，他的意图就是说你贴的话，因为虽然你紧住白棋口气，但是白的跳呢你也拿不住我，就是你虽然能紧住我一口气、嗯、但是你拿不住我，那么正常来说是跳这个然后白的双贴的长、嗯、飞一个飞，对拖一个，对拖，然后就是说他黑棋这样贴的这个下法呀，就是说他也不是说不行，嗯，只是在目前的这个局面来说的话是不太好黑棋啊，因为黑棋这样下的话他的重心就不是这个了，嗯，这边他可能就比较简单的处理，他的重心是这边，就黑棋如果重心是这边的时候，其实贴的跳长起来是非常好的。哦，对，就是我们就是经常看，如果、就是、对，如果说比如说就是这边或者他的一个星、对，或者是这样，就如果黑棋重心是这样的话，嗯，他这样贴起来其实是不错的啊。只不过现在的局面来说，白棋的星位在这里，那么黑棋把重心放到这边来，它是方向是错的啊，所以说他这边现在他的想法是。简单处理，那么他得把重心放到这边，赶、哦、上面。哎，对，贴的话就是意思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他现在选择剑，不是说贴被淘汰了，哦，也不是被淘汰了，只是现在下这样的话，他觉得这个发展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嗯、啊，他把这边轻处理，然后重心放在这边来。是，嗯、而且他尖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白棋就不能跳着？跳着他就直接冲断了，是吧？对，就是白棋跳的话，他肯定就冲断，但白棋也有可能可以跳。嗯就是不一定，就是看还是要看配合。现在的话，白棋冲断就是像是这样，他应该是亏了，就把它吃吃了，嗯。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子明显在这儿也好太多了。是，就是这样的话，白棋的就黑棋至少他达到了他的意图，就是他这边简单处理，然后他的重心放在这边，嗯，啊，这样至少也是黑棋的意图啊。白棋至于这个跳、这个小尖这些下法，其实在局部来说都可以下。嗯啊，都可以下，只是现在的话，白棋可能这样会觉得不太好。
但是这个子贴在这儿，人家跳的时候是不是黑棋就不能冲了打吃？贴的话肯定就不能冲了打吃了。贴的话，因为这个撞在这儿，冲了打吃应该算是一个劣形啊。是，就太俗了。没错，没错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他走这儿的时候，他就跳到这儿。就这个跳，这个跳，这小尖都能下。就是还是要看自己的想后续的想法是什么，他跳实在跳这个。黑的顶，这个时候白棋挤这个，对，黑的接住，然后再搬。其实大双他们双方其实都是在这个局部也算是斗智斗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还是就是重心的问题啊。其实白棋一直这样俗气的下法，完全是因为仗着自己这个子你在这边就下的厚也没有用。所以说他不让你这儿变得更厚实，这是白棋的一个想法。那么黑棋反正那我就下成这样，反正也不无不满吧。然后黑棋拆过去，白棋点一个，这个棋有点基本上也挺妖的。对，反正是这个断点。可能很多棋友说，那我这老师我这直接点上去算了，这个多舒服啊，刺一下。但你可能就舒服一下，舒服一下就没有下一步了。对，因为舒服一下，其实将来被黑棋过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子儿也没什么活力。基本上贴在黑棋后势上，也基本上等于是死掉了。他走在这儿的话就比较好。是啊，如果走在这儿还能逼着你去补一个，那他这个效率还是要高很多。对，他的生命力要好很多。对啊，没有撞到你的后墙上。没错，你因为走这个其实也是先手，因为不走的话他也断了。所以这种棋就是迂回的这种方式啊，也是大家需要学习。这种棋肯定很多人一把过瘾就上去了，这个点上去，黑的虎，然后白棋拐头，这个下成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这个局部的定型，双方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对。一般来讲啊，他们反正是这个布局，哪怕四个角，我都觉得他们都经常会是演算过的啊。何况就是这个才第一个局部。然后实战黑棋跳了一个。对，这个地方是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他要补。我其实也不太懂，就是第一个看到这步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不理解。但是好像确实挺大的这手棋，就是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复盘的时候会看，就看变化的时候会看见偶尔看，对对对，这样下这样下那就是怕什么？如果我不在这边下，如果是在这边，反正随便摆一个，那这边会有什么棋呀？就是可能也没棋，就你摆一个，我也跟你走一个，就是他的意图就是说我这地方我先下，你先下，可能都差不多。就是我要威胁白棋的话，我总是要走这手棋的。他觉得如果说他不走这手棋，比如说白棋我其实就搬一个，你应该只能跳回去，这样的话这块棋你应该不能再威胁我了。那我觉得是白棋头都已经这么铁头都拐过去了，还想威胁他呀？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觉得我如果走一个，实战白棋是走了这个，那么其实白棋其实也是在加强自己，那么就是他觉得这个跟你这个交换可能我也还好，然后反正我这边该走啥走啥呗，就是他应该是这么想的，就至少走成这样加强一下自己。但我看到这步棋我也不明白他是不是好棋，就有点判断不清楚他既然不过这样下了，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他们，因为这个局部他们还是太熟悉了。就跳一个。对，这个棋谱又出了。白棋跳之前他先搬一个，先搬一个搬一下，也是快棋中的一个打将吧，也是反正考验你一下到底是虎是瞻。没错，他的确是考验你一下然后也有他的好处，因为我们刚才说其实这个猴黑棋是先手，就如果你不搬的话，黑棋将来一猴他就直接就活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先搬你一下如果你要虎的话呢，将来他飞过来如果你要粘的话，它将其实也是飞过来。飞过来，你这眼形都没了。对你黑棋来说，眼位这一路这步扳是比较破坏的一个好棋。不过，因为是快棋，所以说他先打一枪之后，他再想一下下步走什么。对现在也不见得着急扳然后跳过来，
白棋跳。白棋跳。嗯。这个局部黑棋还得需要继续的处理。不过走成这样的话，就我觉得还是白棋看上去比较好。嗯。感觉上就是这个实地，其实首先白棋先捞了一个角，然后这个地方接下来走下去的话，这个角估计也是白棋的。那白棋这个头拐过去跳到中间，好像看上去也比较舒服。黑棋的话，感觉这边的效率也是比较一般。我不太觉得欣赏这个黑棋的这样的一个下法，还是觉得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其实刚开局的第一个定式黑棋就吃亏了。我觉得应该是黑棋吃亏了啊、这个地方白棋这个粘完了跳几搬了长，这个下法还是非常好，还是非常好的，还也挺值得大家学习的，黑棋实战是。只好这样冲了粘，我觉得有点难受啊，冲了粘上。嗯，他可能也是没办法吧，他因为如果再往外面走，其实对于白棋来说他就跟着你下，他也比较欢迎。是，如果你要往这边走的话，可能白棋比如说他就这种走一个，你棋形本来也不太好，然后你可能还要送目。白棋，因为刚才我们说白棋这个地方主要一飞白，黑棋局部一只眼都没有。对，就被搬掉之后，其实黑棋还挺难受的，这边是不是没眼？是，所以他冲了粘，就是在局部来说，可能也是比较稳手的一手吧，我感觉。但是已经这样下了之后，我觉得下一手黑棋下的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虽然他局部。哎，这局部是有个活棋是吧？一虎就活了。虎一个的话，局部应该没虎，就局部而已。那打吃不是先手吗？这不是？是你打吃先，我点啊。你拐我爬回来，就是局部而言是没有活、局部而言是没有活、还得靠这个。对，就是这底下没有活，但是你这样的话下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可能。你比如说这是走一个，这总是有只眼，当然如果白的跳的话，黑的的确眼位就不太好。这期确实黑棋持战这个点进来，这个有点太着急了，我感觉有点太拼了。还是正常，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飞算了、然后白棋是不是他也得补一个，白棋现在是不是冲了并一个好一点，这个不是传说中的俗手吗？俗手，但是我下一步很舒服。那点一个、这样的话角地可能会好一些，这样可能黑棋的确它比较麻烦，因为这个尖我们眼镜呢应该是白棋的权利。那下一步黑棋如果被飞过来，它如果这样跳的话，你要脱先其实也就脱先了嘛。哎，跳一个好像也有点用，有价值啊。不过这样的话就假装威胁，就是感觉黑棋它会觉得不太好啊。这一半盘看上去白棋这一个大角加这一个角，黑棋确实感觉不是很满意，实战他肯定也是不太满意嘛，直接就点进来。但是我觉得这点进来应该是不太便宜，不太可能便宜了。现在刚才就说这块棋虽然活了，但是还得借助着外边的一些那个，而且本身我觉得掏这个角就不是那么着急。不太便宜这个棋，我感觉同盟城还只能小尖，我觉得这个都是还挺难受。他没办法，他这棋顶不出来，他顶的话人家其实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有可能直接冲这个，然后他冲，对，我就长，然后再冲拼了。那这不冲也没办法下，只能这样。你再冲这个棋人家是不是一走就要死了吗？我感觉你要很危险了，反正因为底下你活不了啊，我上面我只要把你的眼破掉，你就可能很危险了。要如果不能这样下的话，那我就觉得就这个点特别委屈。他这个是应该是不能这样走，这样走的话这块棋比较危险了，有点乱，感觉冲锋城这个枪法有点乱。是不是他出现误算，本来以为能顶，然后等人家真挡上了之后他只能跑去活脚呢？这个我觉得挺难受的。确实这个有点忍不了。
这确实跟直接点个三三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直接点三三好吧？这地方这个搅和那么小、这个地方确实。这地方还都被人家让立到这样，我觉得还没有直接点三三活的目数大呢。这白的是不是就正常感觉飞一个？对啊，这飞一个。让你做活。嗯。拆个边。这个棋确实感觉在第一个战役同盟城就已经要吃了大亏了。对，吃了大亏。哎，那莫非他这个局部看来，哎，可是这不是他主动选择的，主动选择贴下去、对，就是可能还是没有杨鼎新研究的更深刻吧、我感觉这一代杨鼎新处理的相当的清楚白棋的下法。这跳完几完搬了长一系列的下法非常的清楚，让黑棋就是非常难受。他想发力，但是发完力又亏了，但是要不发力的话，他自己又不肯，所以说就让他自己很难受，至少是，是，我觉得他这个最起码他得出去，他得攻着他才行。对，这对就是白棋，如果是这是后士的话，那等于白棋一个角、两个角加一个后士，那黑棋就没法看。所以也是当初这步跳是不是一定要走，就是存在疑问，我觉得是。至少我目前我是没看到这步跳的特别大关键。跳我进来过去还可以打入，你不是说你跳完这都是木了？是，因为你当时说跳一个是为了进攻白棋，结果呢，现在看来这个非但没有攻到白棋，而且白棋还变成了后士。那你回头再看看你这手棋，就比较搞笑了。对啊，有什么用呢？也就不太好解释。因为如果说他这步棋不是为了攻击白棋的话，它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其实，就你不可能说这个特别大围这几目棋是没有道理的。是啊。这个棋反正下到这儿感觉黑棋是比较困难了。挂角。支持同盟城的棋友估计要伤心。感觉本来其实实力上来说还是杨鼎新明显要好一点的。明显还是要好一点。同盟城在我印象中有一阵儿好像还挺厉害的。其实同盟城他的快棋也是非常的厉害的。他在网上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出色。就在我印象里他在咱们就是这个腾讯围棋的这个比赛中拿过好几次的这个大赛的冠军。快棋赛是吧？就是网上的那个比赛。就网上比赛。网上的那个比赛啊。就是拿过两三次呢，就是感觉因为那也都是大家都参加嘛，杨鼎新、柯洁他们都下的。所以说其实快棋的实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但在这个局部好像的研究是处于下风了。这一挂角。这白棋也就是拖一个，以前咱们经常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形状有点像中国流嘛，咱们就习惯性的飞攻。就是以前的话还是咱们还是其实接受的更多的是日本文化的一个围棋文化的一个熏陶，就是感觉还比较讲道理。对，就不然后拖 不是很实在。就是黑的退，这样反正这边没子，好像也应该是长吧，也还长，就是对。然后就以前可能咱们学的是什么飞，但现在这期人家直接就没有那个什么飞了。现在走这儿，对，就那时候说这是撞墙，对，这是没有什么撞不撞墙，人家就是什么什么有用，人家下什么，人家走完之后还要加你，就直接搬粘了，那我就拐，你拐我就加你，他拐就加了。对，你也不用在这做活，人家不跟你玩这个什么虚头巴脑的。那他就先粘上吧，粘我度过。再立的话，我觉得这好像有点问题。我粘上你就度过了，度过了。你这就是人家这就你就全没了，不是说我就简单的飞被你走完，我再往前跳，你全是木，也没有这个了，这个棋现在。你现在你看我们要以前学的这个飞。对，然后我就飞一个。他飞或者尖顶。对吧，你长。那么人家就跳一个。对吧，然后你再梳个头。看似非常的君子，然后人家一走。结果就是你等于你这三个什么也没有，人家这跳了这也跳了全是木。就是这现在没有这么讲道理的了，人家直接就给你来。对，那时候我们还飞还挡还贴一下。对对。
这直接就是给你来这个。现在这个也有 AI 下过吗？就下成这样，人家就飞了。有啊，这个其实这样的，原来你见过这样的吧？啊、你还记得这个飞、啊、飞了贴了飞出来啊？人直接走这儿啊？现在是拖这个啊？那我能不能搬这个？你可以搬，我就搬。哦，我还想着你断我是不是长，就是打了、啊、那我不行树下、那我不行、你是走这个的啊？对。那我能你不要说你往里搬我搬，你往外搬我也是搬啊。往外搬你搬、对对。那我先看这个、啊、我能不能这个打了打吃啊？那我就打粘上，我接上。这棋你不怕站到我爬了是不是可以尝出来啊？你不能说你这个样子的。对，我就说正常是一个星位，我就一个中国流，你一个正常的星位，我就一个星位、一个正常星位的话呢，就是说我尝，然后我就是、你出来是吧、那我就比如说我想拐一下，我就先过你过去，然后我就出来啊，这样作战我不怕。那我是星位，那我就是大飞逼一个、对对对，这样的话我就给你作战嘛。其实黑棋我就给你站了、这个黑棋可站是吗？可站可站，因为我想我是活棋，我都连上了，我就等于说，但是白棋没有目。哦，你就是你这样的话，你从这过去的话你目数是有问题啊。如果我这两块都活了的话，那白棋你的目数就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啊，因为这边被我拐下来以后啊，就是你本来如果你要看成飞了挡、那这边是其实差好多。对、那我这边就没空。对，你主要是没有空啊。主要我觉得我搬外边，你退我我不退了啊，退所以我就特别想搬。你搬外边，我也是接着往外搬啊，对啊。这个地方我还没办法吗？你打吃了，挡得下去吗？打吃了，挡得下去吗？挡不下去是吧？吃这个，哎、啊，挡你吃这个，嗯，那咱俩转换了，转换了，我就粘上，对，我就提了，要把它跳死。对，这转换了，挂个角，转换了啊，嗯，就这期黑棋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委屈的下法了。哦，啊，他都是非常积极的一种态度啊。白棋大致来说哈，就是大致来说，白的接上，然后黑的虎，然后白棋打吃。那你这黑棋不太舒服了吗？然后爬，然后白的跳，这样是双方的比较正常的一个下法。那这个地方黑棋还走吗？黑棋不走的话，跳住蛮大。黑棋可能尖一个，啊，或者断一个，尖一个都有可能，啊，就确实是黑棋满意。你判断的没有错，陈阳老师，啊，确实黑棋满意。所以说现在你见不到这个下法。哦，这个飞又被淘汰了，定式了、你现在见不到了，你发现你确实见不到了，是啊。人家现在都是往里前拖了，不让你拖了。现在这样的话，那中国流的话。挂脚其实我也应该是拖的啊。中国流的话，你挂脚你现在都见不到了。哦，又不挂脚也不挂了。你现在见到的都是这个，啊，你现在挂脚被拖的话，一般来说都不太满意。嗯。啊。我觉得每次跟浩洋老师学习，讲棋的时候，我都能学习特别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定式，我得慢慢消化。我现在这个学会了，然后就是这个飞的这个学会了，这靠的时候这个定式，咱们下次你再给我们讲。我觉得，大家可能一次记不住这么多，就这个我得好好消化消化。这个今天已经又学了两个新的定式了，一个就是这边的、原来这个粘和虎是有区别的、是有区别的啊，对，没错。然后粘完了之后，人家可以打吃。我帮大家先总结着，我觉得呢，您一定得在棋盘上得多摆两遍。反正呢，我这个我回去还得想想，这个我基本上是掌握了。好，这个我还得再回去再慢慢品。现在这个都是拖进来的了。对，你是这样，就是这或者是这种拖进来，都让拖进来的。对啊，这都是、都要拖进来了。对啊，就在这儿。好，如果是在这儿的话，直接就是对，不怕撞墙的拆到头。不怕撞墙啊，这没有撞不撞墙的哈。挡上之后再搬粘就行了。哎，这个那这个时候为什么黑棋不是这个的呢？这个时候黑棋可能他搬啊，就是说。然后他搬呢？他搬，白棋可能就打吃。那这时候不满意吗？他就俗点。就是本来这个局部可以接受，但是现在因为他下成这样以后，就白棋可能
它不仅是这儿的，你这儿过去你也进不来了。哦，就本来它是一个星位的话，这边它还是能进来的。它现在主要它像是这样，可能它这儿也进不来了。嗯，所以这是黑棋比较担心的。它并不担心说你把这儿围住，把这儿围住的话，其实就等于是这个样子的。啊，对。啊，其实就等于小飞挂角。那这个倒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小对吧？你、嗯、你这个几步确实压应该不亏啊、像是这样的话，肯定黑棋满意。嗯，但不过黑棋这个几和粘交换肯定是亏了，这个、亏了啊，这个亏了啊。那么本来其实咱俩应该是打个平手，嗯，但是就是现在主要你走完以后，哦，这块太大了，对，你知道这块太大了，嗯，啊，这个是黑棋他不能看到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靠不行。那么他有的时候靠他就行，就所以说他就是如果是一个单星的话、啊、对就行、嗯、就行啊，如果是他这边就是要成空了、啊、不行，对，所以他选择了挂角、嗯、然后把棋拖一个，哎，以前都说这个拖一个没有进攻力、啊、现在知道这个拖也是行的，这没什么进不进攻的，就是我就是实地，因为以前都说拖就直接顶了扳就行，现在还是同理，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对对对，嗯，扳了飞，镇住，哦，你看这个白棋，这步棋有点意思了，他莫非怕人家这边有东西？这步棋的意图我觉得就是让我看，我感觉就是、啊、这棋你差不多了啊，这想就这步棋的意思真的是，我觉得这棋就是杨锦新想表达的语言，就是你差不多了，童老、哦、就是我随便走一个、嗯、是吧，正在棋盘上转一个，对，童老你差不多了，这棋你这个地方我不打入了，就是我就往中间跳一个，就是白的已经厚成这样了，还要往这跳一个，就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差不多了、嗯啊，是，我觉得这手棋他没走着目，那走着目，你看这边，对你这边逼住，对吧？你这边你想直接打入进去，肯定也不会死，对吧？然后你这地方就继续走一个、嗯、或者什么走一个，肯定 也不错，也挺大的，啊！但他什么都不走，他就往天上这么跳一个。对，我就觉得这手棋真的不大、啊，真的是不大，嗯，啊，也不是很好，肯定这步棋，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棋差不多了。嗯、好。真的能起到劝降了吗作用吗？不知道，看看吧。打入。这个时候你看，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换成白的黑的，这一打入是不是这边的白棋刚才眼见着二十多目肯定是有了，现在可就不一定了。他这个可能还是白黑棋的子力上，反正在这边作战是多于白棋的，但是呢白棋在边上呢会有一些接应啊，就是黑棋他肯定是跟你拼了嘛，他肯定要打入的啊，但是白棋接下来的这个下法我也不是特别的赞同啊，但我怎么感觉就突然间就变成了防守方，他就挨打了。我就觉得顶爷现在就是你差不多了，一直都在劝降吗？一直在劝降，这下法还不是劝降吗？这扳这对啊，怎么就刚才还是一个进攻的样子？我觉得你肯定是先出头，对你或者你先下去也可以吧？是不是？啊，对你这先下去，这 A B 见和嘛，对不对？啊。你这扳，这不是就送人家回家吗？可能他也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回去，嗯、是、啊，就是他扳的话，他也暗藏杀机，应该算、嗯，就是他也不会让你特别轻松的回去。但是这个扳和黑棋的这个长交换啊，我总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好，而且呢，接下来啊，主要是白棋还爬这个。怎么就突然间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黑棋变成了原告，白棋变成被告了。可是想当初你挂进来肯定是我攻击你的嘛，但是现在的这样子我实在是不太看好这两手棋、啊、不太看好，但是也不好对付，其实就是如果你长的话，下步棋其实人家他就顶爷他再劝降他也一定肯定一定会挡下来的
啊，它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连上的。嗯、那么黑棋长的话被挡下，肯定它可能要拖。对。那拖的话，它肯定还是要断你的这棋啊，它不会让你轻松的连上。你可以这样连，但是我把你这儿该吃的吃一吃。但是你就吃我这两个子，这个他判断，他判断够了，就是说够了。对，应该是这个意图吧，我觉得。可是想当初我就觉得黑棋就是几个比较薄的棋子。对、嗯，然后他还敢打入。然后逼的白棋能下成这样子，我觉得黑棋太满意了。黑棋肯定是满意的，这话这本来这都非常非常薄，然后白棋这里这么厚、嗯、然后黑棋能在这儿下成这样肯定是满意的。对啊、嗯、我就说怎么突然间就攻守逆转了。你要如果只是吃我这两个子，那不是他肯定跑出来，高高兴兴的他肯定跑出来，他不能这个子不能给你吃。对，我想你要如果这么打吃我一提、嗯、那不能那不可能，太谢谢了、啊、那不可能打吃。但我觉得即便这样我也挺好的。哎，我这个为什么不再打你一下？再打我也是长，你长、嗯、你长了我就再补一个呢。就是他觉得不便宜被冲出来，就我还是这么冲断是吧？冲我冲你打不了、哦、你还断这个了，我还断这个啊。所以打一下不见得便宜。 嗯哦，这个我好想打了粘上呀。打了粘呢，我那就是说我实在是我脾气再好我也得把你断了这一棋啊。这我这些子儿这些兄弟姐妹肯定不能是看眼的。哦，这个地方不能先手补。你可能你可以活的，活的话这边其实你还是很惨，就是你还是没有眼的。嗯、那么再攻击你，你就算你不死肯定也会很苦啊，这样还是有点过分的。是，我觉得就是这样是白棋唯一说得过去的、嗯、就是黑棋不能打了粘上啊，能打了粘呢那是、嗯、那白棋的确是没下到东西。是啊，做这个嗯，然后拐出来嗯，白黑棋搬慢。这个白棋这个后势是不是也就没那么厚了？对，这个扳还是比较好的一手棋，就是大家可能下这种棋经常就打了打、啊、随手打、啊、随手打了打、嗯、但是打了打的话就是明显是俗手了。嗯，啊，被别人一长的话你这步棋就亏很多，如果单扳它如果长的话你将来可以从这边打。嗯，啊，所以说这种棋形啊一定不能这样随手的去打了打。是啊，这时候黑棋要反攻了，看看黑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我感觉黑棋就是最后一锤子买卖了。嗯，这棋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攻不到白棋的话呢，这块你虽然说白棋很缓，但它也吃了好多目呢，二四六八十，对吧？渐渐的吃了你五个子十目棋，这十五的二十也吃了二十目棋，那加上这之前的十、嗯，它这块棋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四十目了。加上他这个地方的几目棋，加上这几目，他全盘已经五十目了。那么黑棋这只有七目，对，这两目棋、九目棋，加上这个角，这是二十。你这块还没围住，算你围住的话，大概是二十多目棋。嗯，你要没围住呢，就扣一半，就是你大概十几目。你现在全局黑棋的目数能点出来的话，也就不到四十目。嗯，可能还没有我那一块大，所以你这块棋你要攻不到我白棋，估计上是。难了黑棋、嗯、我觉得那应该是之前还是之前黑棋亏的比较多，不然的话、嗯、就是这一串我觉得黑棋好像并没亏损，并没亏损。你成了这块空，你不是把这块空也被我们破掉了吗？ 是白棋肯定没有什么便宜，但是呢就他就正常跟你下，你像他这种棋都来了，你这个棋就是说他还是觉得自己优势还是比较大。嗯，是冲它是贴回去，贴回去，嗯，先断一下不行，先断一下被下去了，就是你就直接这么搬弄下去啊？对，应该是，只能弯，我就这么给你弄下去，应该是，哦，就直接它也搬不了，直接就这么竖下去、嗯、对，我就直接下去，直接竖下去之后你这块棋可能要反攻这边了。 对黑棋这边比较危险、嗯、哦，所以这一气还是挺重要的。这样的话你搬我是不是它应该也是猴吧，它不能挡被断死了。
那这个反攻就不是特别厉害呀。他但他是这样，你要如果下去的话呀，他就不断这个了，他就冲着断这个了。哦、oh, 对对对，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你可能就要中计了这一期。对，你走到这儿的时候、他都可以冲了，他只要长安期、对啊，所以说他就不是断这个了。然后把它接住，黑棋再冲，哎，其实是一样的，让他搬粘。搬砖的意图就是我下不起，我要告诉你我要冲下去了，就直接冲上去冲到这儿，对，冲到这儿本来黑的可以搬，现在由于黑白棋多了一个硬腿，这里就黑棋不能搬了，不能搬的话、这样冲到这儿，黑棋的气杀不过白棋，完能搬的话可以杀过，各坚守、这样。黑棋现在拐啊，那这个脚被人家吃啊，还是个打劫。打劫。找什么劫呢，黑棋？脚里。断吃了一下。这个是劫、这个肯定是劫。提回来。对，提回来。哎，现在是黑棋提回来了。黑的劫啊，白的跑一个本身劫。提掉。搬，对，这是劫，提掉。白棋再去找什么？白棋应该就自己做活了，我感觉这个棋。白棋粘上了。啊，白棋粘上了。啊，他这意思我粘了做活了，粘你不能再杀我了，你要再杀我，我这本身全是劫了，所以说黑的也只有。他没有劫了是吧？没有劫了，所以这块棋不能死。他肯定在这儿下棋。那黑棋也就消了算了，对，他也不可能再在这边走吃人家，再吃人家，人家走一个都是劫，对，开一个，这样的话，局部黑棋白棋这里可能不见得有两只眼，但是这个地方将来，他可能小尖是他，如果那边有一只眼的话，可能就粘是先生。然后我冲，我估计你这里可能要悬黑棋。现在你这里、下面没有眼，对，没有眼，所以说可能想吃白棋这块棋也不是特别容易。那黑棋挡住，白棋在白棋小尖做活，做活了，黑棋飞一个，黑棋飞，挡一个。这棋反正白棋他还是真的还是你还是很清楚，他说我其实我就是做活，就活了就行，我就活就行，我不跟你整那些有的没的，这就是看着很委屈啊。但是这个一摆，这两眼就齐了。其实活了的话，刚才我们判断一下形势，跟现在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出入的。对，就是黑棋的目数还是这些，然后黑棋这棋没有目，对，没有目，黑的棋，然后黑的自己如果不走的话，自己还没活，还得走一走。对，这白棋还要顶上去啊，白的顶上去还不肯这么老老实实，因为顶上去你要走的话，我再活，这我再拐一下。然后我再立，我可以利用这个立的先手。哦，我可以有利用，一路拐，对，那只能挡。你要走的话，我拐过了；你要走，我团在这儿，我也是活棋。所以说他也不是说完全盲目的跟你拼，他还是比较靠谱的。然后吃一个，猴到这儿，拱住，挡上。好，现在这样，现在这样，白棋。你这棋可以脱先了哈。脱先了，对，如果他点过来的话应该是杀不掉这个棋，点我粘上，你只有爬着杀我。但我爬着插，我一扑，哎，我是能扑， 你能扑，你瞧不回去，对，你可以扑我，这样，就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杀我，对，你抢我不是打，对，
但是这块棋可能哦，你是说这有一个眼？对啊、哦，我这个一冲，冲，这个时候看看要怎么做活呢？或者我先煎一下你的棋，其实一样，我就冲一个，做个眼，做个眼好像并没有做活呀。你粘上这挤完了之后，这下边我走因为黑棋棋这块棋呢，它也没有完全活。这个就你可以靠，但是呢，我可以虎。哎，虎的话，上面有半只眼，后你得上面得做先手一只眼，你才能活黑棋。要做先手系数比较大。那我现在只能不走了呀。对，你只能去下边。对，就算你这边可以活，你现在你是先手嘛？对啊。对，你可以活，你可以活。嗯，这你活了，但这边该我下了。就是我白棋其实我觉得办法还挺多的，就我其实我就冲一个可能是不是都行，或者我翻一个吧，我挡着呢，我这个先生我就打掉，这个打掉，哎，哦对，你这打是先生，先生，哎，你打一个先手是怎么活呢？你活肯定活不了，就是你断，就是可能大家咱俩可能形成一个杀气，就可能形成一个杀气，但是可能双估计是双活，嗯、估计是双活，啊、这样的话，这倒是有攻气、很多攻气啊，估计是杀不掉白棋这里，是，啊，这会形成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对杀呀。他走在这儿的话，应该还是看清楚了，这里边是不能杀白棋的。这地方他竟然还是先手活，走成这样。嗯，好，还脱先了。嗯，黑棋拆边，碰进去，碰进来，嗯，搬，感觉碰也是，我觉得其实不见得特别好，但是他就可能他觉得随意了，是吧？对，他就觉得这个棋只要我这边我别被你围太大，控你应该就是不太够了。好下了这个棋。嗯嗯，粘上。哎，这时候他又跑过来又补了，是吧？啊，对。这不是，这都多一个，他倒回来补一个了。他觉得赢了，应该是觉得赢了吧？嗯，我觉得应该是觉得赢了。不然应该是可以补补的那一起，因为对呀、啊，刚才都撑着没补，现在怎么货又跑那碰了一个？这个是人家都说赢棋不闹事儿啊，他这个也不是为了闹事儿吧？他就是想借用一下吧，陈老师。就比如说你如果走这个啊，你要杀我里边，我肯定不亏嘛。你要走这个，我比如说我多个这个加，你是不是利？跟那我从这下来的时候，我可能是不是便宜点？这个脚上能说不定能便宜点，那这个跟这个交换本身不就亏了吗？就我能活脚就行嘛，他的意图就是我这边边可以给你哦，嗯，我可以给你，哈哈，我都想这棋你靠我能不能小尖一会儿，能不能靠这个，他就拐嘛、哦、他就是其实就为了这个家，白棋应该就是为了这个家，现在那走在这儿，黑棋也比较拼，我多吃一路是一路。嗯嗯，但是白棋好像还要跟他折腾啊，碰了一个，白玩儿属于，立下棋搬，断掉了。这个地方其实白棋他的心态还比较好，他就是没有不是说他一定要跟你干啥，嗯。但是如果都被黑棋成了的。成空的话，你他就应该不至于落一个后手。他就这几个便宜两下，这再交换一下，再走上面，这是白棋比较简单的一个意图了。嗯。但是这几个我总感觉他亏了。亏了吗？看着你没占到任何便宜。他不需要便宜，关键是白棋不需要便宜，白棋只需要不死就行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棋。我现在还抢到一个先手是吗？我还抢到一个先手，这回你总亏了吧？这回我亏了。
这怎么落了个后手？对啊，走了半天你就走到了一个场，什么都没走着就走着一个场、嗯、我以为白棋就是为了加下去，他为什么不下去呢？他这个是怎么个意思？就是连连上连连看，嗯，就下的是连连看就赢了，吼了一下，做火，这棋不会下下还有的下吧？这个棋，白的长，哎，这还能再爬？我怎么都感觉我这棋脱先都快死了。脱先不可能死，我这个挡还先手。嗯，你就挡住呗、啊、是你挡一个是先手、嗯、不然的话我脱先你都不活吧。嗯嗯，要挡住呗，这有啥棋？好像确实也没什么棋啊。哎哎，这为什么要走这个呀？别动，你走这个我粘上呢。粘上我只能跟你硬啊。我粘上你走哪？我只能粘上，我只能挡住。那我这不就活了吗？打力，哎，不对，不能打力，打了力气不够。打力我拐呗。对，打了力气不够。嗯，别动，我刚才走的是哪来着？粘。不能粘，白的可能先断一下，是不是有点用？现在这样粘上，那你还是贴住气啊，然后你再打个力，我应该只有拐。对啊，然后你跳一下这个，然后再跳这个啊，这棋两班长一气，这棋白的有必要下成这个样子吗？这棋，哦，那打劫是吧？我就冲了一打吃，冲了打吃，做一个这个烂皮劫，缓气劫。但如果是这样的吗？如果有个劫，白的黑棋确实也不行。但是好像有可能，我感觉这个还挺必然的，这些都是命令型。嗯嗯，那他实战他。跳可能也是担心这个，有可能吗？但实战这个棋怎么感觉怎么被白棋活了呀？对呀、啊，这一般也活。嗯，这被活了，本来感觉是不是还能？这活了肯定不够了，黑棋。是啊，这个真的是白来的。嗯。啊，白棋是逼住了是吧？脱先了。五六五八，对，脱先了。Big 贴，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疑问啊，我感觉双方可能还是因为快棋，感觉有点不太没算清、啊，没算清楚，嗯。靠，也有可能是咱们没看清楚，是吗？也可能是咱们没算清吧，因为我总相信这个对局者。嗯。其实他们是三十秒一步，咱们也看了，也就三十秒。啊、哦，对，确实。啊，就做活了。能活的话，那这棋应该黑棋应该不够。对呀、啊，这个又白差了、嗯。这个角，如果黑棋刚才如果能全部把白的杀了的话，感觉这棋可能还可以收尾。嗯。嗯。一个退。这就收官了。他也冲了是啥呀？勺子。对，被冲死了。勺子。但是这个地方也四个在嘴里，
是不是也不亏呢？盯一个，应该不便宜吧？看，被吃了应该不能便宜。大吃粘上，然后黑棋是走什么呢？粘上这个。但是这个得拐，就现在的这个目数是点一下吧，感觉应该黑棋应该输多了，我觉得是吧。嗯，跳了一个3 4 5 6 10 15，一起来判断一下形势，看看这个棋白棋好多少。23 6 33 48，白棋盘面都好，白棋盘面都好，白棋盘面都好，而且还好一些呢。而且现在还该白棋下，这个黑棋还跳了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判断形势还该白棋下，白棋盘面都好的话，那这个差距应该还是蛮大的。对，应该输多了。这个角如果能，刚才如果能吃掉的话，黑棋还是想搬拼一下。我这个棋为什么不搬呢？我这有点理解不了。一会儿可以这个自己研究，自行研究一下。啊。或者你可以跟童梦虫说一下，你这棋是不是错失了一个好机会？我觉得就算那样的话，估计也不行。这棋，我感觉黑的还是输很多。啊？这个角有十好几目呢，这外面肯定白棋能便宜，就算刚才粘的话确实也有棋，如果按刚才的那个样子的话也是有棋。其实这个后面虽然还收了一些官子，但是呢这个你刚才说白棋盘面都好了，那最终呢其实也是白棋杨鼎新中盘获胜，然后他也是率先晋级了半决赛。确实，这一棋从一开始感觉上，董梦成就不太对，这一圈就这一个局部，一个局部下完就亏很多。后面其实顶爷下的也确实不是很解明，我感觉。我觉得下的非常的厚重啊，就中间这么对跳一个，然后这边呢就这么搬了爬。感觉上也不是下的很解明，还是因为快棋的原因，我觉得。也都是比较多失误，这地方白棋这一串下的。不太明白，这要都死了的话还是觉得他就看好了柳棋。要没棋的话感觉就胜负就不一定了感觉。那这个地方咱们由于他们是快棋，咱们呢看的时间也比较短。咱们还是再下来再研究研究。好的，那咱们这盘棋呢先为大家介绍到这，稍后呢我们为大家带来呢另外一盘八强战的对局，一会儿见。天元围棋。